你怎么来这儿？是你让我进来的。你看见什么了你？我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你赶紧转身出去。来都来了，我不如趁机蹭一点灵力。要不要我帮你扣扣子？不用。那耳归花糕，你可以尝一尝。这糊涂就是靖王母后留给他的遗物吧？别说，和他长得还真有点像呢。上面明明写着韩将军的名字，他竟不闻不问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你在干嘛？ 说，你要干嘛？有话直说。那我可就直说了啊！你三番五次的进我晋王府，有什么目的啊？糟了。